今天想给大伙儿拜年的也不止咱们四个，没错，咱都本乡本土的不算啥。哎，还真有人就有这心思，大老远的赶到咱辽宁来，就是想给大伙儿拜个年。是谁呀、啊？露露，赶紧告诉大伙儿。这两位趁着年轻来到我们《明星站起来》的现场的，一位就是出演过许许多多部非常优秀的影视作品。哎，先说几部吧先说几部。这里头有《英雄本色》啊，哎，先不说谁啊，演过《大学城》《窃听风云》《罗耀明》。《烈火雄心》当中演过骆小峰，香港著名演员李子秋，还有一位，还有一位，除了李子秋大哥之外呢，还有一位大美女，她也出演过很多很多经典的影视剧，非常优秀的电影。理发师，理发师，她在其中饰演了一个也是非常美啊，宋佳怡，还有《票友》当中饰演了张娜，《军人荣耀》当中饰演了。苏灵芝，非常优秀的影视演员曾黎，还等啥？鼓掌，请他们二位闪亮登场！哎，呼！这样，先给我们辽宁的父老乡亲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对。大家虎年好！哦，虎年好。辽宁卫视的观众大家好，祝大家虎年里面虎虎生威，我是李子秋。哎，这样啊，艾总哥，我觉得你其实你也地地道道的家乡话，用你自叫粤语是吧？哎，用粤语给我们的朋友们拜个年好不好？辽宁卫视台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香港的李子雄，祝大家虎年龙精虎马，虎虎生威，生龙活虎。广东话哦，都得都得，说这两个字，就会说这两字，都得都得。甭问题了，甭问题。其实刚才呢，我们只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其中几部，这只是凤毛麟角啊。对你们演过那么多的东西当中，这其中几项。但是今天不光是他们来，还有大家非常喜爱跟熟悉。待会儿也可以说要跟你们 PK 一下，你们是演技，他们是我们土生土长的二人转的明星啊。对。